在地消息来看，高雄一个92岁妇人同，今仔透早5点过要过车路的时，在车顶拄好变红灯，第四节的妇人同去互轿车撞着，当场死亡。虽然是这个妇人同无遵守过青红灯，不过轿车驾驶撞着人，算是把车撇了罪走。在一颗透早5点外，天也未光，92岁是大人，行伫兴川线要过马路，雄雄为伊正边出现一台车，甲伊弄飞。听到砰一下，有人当场死亡，肇事驾驶煞甲车弹了，人走去。开窗仔门看，伊迄个时阵，伊有跟迄个专门派出所有四个人来，造成五女不幸死亡，肇事致小客车驾驶，肇事后弃车逃逸。警方表示，妇人当要起步行，车红灯就转做红灯，伊也是过去。初步分析事故原因是行人无照标示指示，肇事驾驶无注意车情状况，已经掌握到肇事者的身份，当在抓人。走进里面安全的地方啊，你就要走到马路中，马路旁边中间也是有的碰到你，他就跑走了。5、6等运动应该穿比较明显的啦，足侪有诶老人困未起，对不对？那他就会比较早出门。真侪时阵，人困了少，有时天也未光，就外出来活动。建议会当穿较轻的衫裤，提悬着辨识度。高雄区甘里所嘛提醒时阵人过马路照红灯的指示，车顶的标数若有够，才会当通过。经过路口嘛爱注意监视，啊，佫有爱注意灯外车辆顶顶的安全指引，来确保着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王立婷、张宽国报道。